一连两场的林敏聪作品展一日开锣，这个 show 除了个名长，嘉宾名单亦一样咁长，有钟镇涛、太极乐队、曾比特、雷安娜、江美仪、王建东、郭柏贤、罗旭仪、邓志坚、文海婷、钟尤美、王嘉文等。身为阿聪在娱乐圈最好的朋友 ，B 哥哥压轴出场，不过就发生了个小意外波。開心咧就係，因為我喺呢邊，你點會拜嗰邊咧？好，見到皇帝叩頭咁啊！你叩你個，我自己真係嚇咗一跳。我原本咧就係已經個細路哥，而家都戴住護膝嘅，咁啊，即係發軟蹄啦，咁啊，即係已經受咗傷噶啦，咁啊冇所謂啦，咁出嚟，但係一出嚟咧我就興奮，因為。在那裡跳來跳去，昨天剛剛在新加坡看完 Harry Styles， 就以為自己是 Harry Styles， 就出來就想跳，怎料就發覺有些不對路了，但人家不知道，我都是 都是要唱了先，唱完歌了，卒之就 一下即是腳失了重心，沒有力，跌一跌親，小事啫，冇受伤，多谢关心。撇除呢个小意外，成个 show 相当精彩。事关嘉宾唱咗好多阿聪嘅经典金曲啊。有一日，让我倚在深秋回忆，面去的我在深秋回忆，在这一刻的你也曾。大家都知道阿聪一向鬼马，身为后辈的曾比特亦未能幸免，成为他讲笑的对象。点点点点，我觉得好衬你。你是曾比特？系啊系啊。我邱比特。我大佬不比特。都似都似，靓仔。你老豆整蛊你，真名假名？真名真名，吓真名嚟噶。有冇听过比特币？有，好廢啊！好彩我呢個比特唔係好廢。曾比特，你個妹咪曾文特。好彩，我係最細嗰個啦。我想睡眠，我有交集，踏著腳在懷念昨天的你。夜是深著前事，全揮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難得一見。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，只求再度沉默你现在心头，燃烧的爱跟那情深的遗憾，请容我再期望有日再。咪睇阿聪咁骚扰阿 Mike， 佢都唱得咁稳。其实阿 Mike 都话好难招架噶。但系今次喺台上面就好考急才，咁呢样嘢往往都系我觉得我争咁啲嘅嘢。啊，咁所以睇下听日再睇下会好啲咯，再挑战一下，再犀利啲等自己。系有冇都曾经同阿聪哥讲话，希望真系有机会可以唱到你嘅作品，或者我哋之后有机会合作啦我谂住，因为听日啊嘛，听日系最第二日啊嘛，我觉得咧。我有plan過呢樣嘢，我就係諗住喺台上面問佢。OK 啊。咁啊，如果佢應承我，就喺廣大嘅觀眾面前應承我啦嘛，咁我唔會走咯。Say no 咪好遠。唔會嘅，我相信佢唔會 say no 嘅。呢晚另一個焦點落咗喺郭柏賢身上，大家都想睇下佢可唔可以成功搣甩魔音呢個稱號，睇下佢獨唱表現成點先。魔音好比飛彈。想開心應該去街。黄昏的灯色，风里如烟，艺术笑吃风。
虽然有少少甩 beat， 不过似乎进步咗好多噃。